计较老婆爱花钱让老公闭嘴的八个字。我买了一鸭三吃，这半只才1000多块，就这个要1000多块，鸭汤村那边半只才150，我就不想吃了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老婆花钱花太多，喂，你这个钱该花吗？那不然回头跟我说，人家心理学家说，计较是贫穷的开始。今天这一句话记下就可以了。计较是贫穷的开始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